我觉得我们刘总喜欢我。你这是终于切换到我们言情小说的频道了呀？这得是泥石流霸总爱上我的剧情吧？不是剧情，是现实。Rose，你看啊，我出外勤，他专门跟过来，还陪我吃饭。他是怕你偷懒，所以时刻盯着你。我那个灭绝时代总编也这样。他喝醉酒联系我，让我去接他，照顾他。他这是把你当24校员工使唤了吧？那他总是以特别助理当借口，让我陪他一起干这干那，是为了接近我吧？你这是被 PUA 了吧？这明显压榨你剩余劳动力呀！那他送全办公室人早餐，唯独我多了他的人形立牌和写真。姐妹，他就是奇葩。以我的经验啊，你这就等着被心生不平的同事排挤吧。那他叫我阿田，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叫着方便？姐妹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人生在世三大错觉：第一，手机震动；第二，我能反杀；第三，他喜欢我。那是我想多了。